我这次饰演的是 A 组的朱丽叶，在这一次的课程中学到了台词、情绪表达还有肢体语言，也很高兴可以参与这次的彩排和演出，学到了很多关于剧场的知识，还有剧场的编排。是要想没自然的习惯，真的吗？然后呢？我应该怎么做？现在是陈希浩，然后就是在这次的营队中会有很多的磨合，然后从无到有，然后就是会认识一些很多朋友，然后就会觉得哎很有趣。是每个人的个性，然后揣摩角色的方式，然后人们互相交流啊，然后去对话啊、切磋，然后沟通，就会创造出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营队吧，就是很有体验感这样。耶，怎么用？就是记得在台上永远你是最好最棒的，你也不用去管别人，不要在意别人好不好，也不用在意是你最是你是演最好，除了享受之外，你要很有自信的去接受这个舞台，可以吗？试试看，把这个信心，明天早上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去感受这个舞台。很开心认识大家，我们明天就要演出了，加油，我们拭目以待，我们之后有缘再见。